这次准备的时间相对而言充分一点，这次我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我只带了一个小的秘密武器而来。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，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自拔。我曾经想你想他，想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，从来没得到答案。我曾经想你想他，想时间无言，如此这般。
天已在眼前，风吹过的永远，你的故事讲到了哪？把朴树找来。上一次朴树就来帮唱了，但是我估计他在我旁边，我应该唱的都不在调上了。上一次我很认真地问朴树，我说朴树老师，您这次为什么会来跨界歌王的总决赛呢？朴树很认真地说，我缺钱。我说实话，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。最希望最近朴树老师依然缺钱。不行，我希望他不是因为钱而来到这里，而是因为跨界歌王，因为我的声音。对，我那外甥女儿这个回归的感觉。大姨，我想死你了！你看大姨今天为了你穿的多花，你一来大姨精神了。今天站在舞台上那种感觉，仿佛她站在台上在诉说她参加跨界歌王的整个的心理路程，既平静，走心。我记得他走的那一期，我到他的化妆间去看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大姨啊，我这个横膈膜就没劲儿呢，老是感觉气不够用。”我说：“我教你一招，我今天特别看了。”没有感觉你气儿不够用。这首歌其实选的时候他们都不建议我唱，因为它音区比较低，所以它一直跟在那个劲儿。然后但是我也就通过这首歌找到自己的横膈膜。这是跨界歌王的一点收获，要一直撑在那个劲儿，然后真的受益匪浅。正好半决赛都用上了，因为这是我们通向总决赛的唯一的机会。是从娜娜到苗圃都是你面前的拦路虎，什么都看不见呀，我瞎了，我现在在这里了，在这里了，第一名，哎，那个是个红色的椅子，我还是看不见，正色正色，我特别喜欢他唱的这首歌，唱出了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那个心里的那个劲儿，真的，衷心的希望你能够进决赛的情况下，别把我劈下去。这还是有个先决条件的。最危险的就是苗圃老师了，对，苗圃，我现在好危险啊。既然说到了你，我们得请你走上舞台，站在丹丹的身边，因为这一轮的较量主要是他跟你之间 PK。 来，哎呀，先告辞了。其实刚才丹丹姐唱歌把我给唱进去了，一些往事不自觉的就想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刚才那会儿想了这么多啊。对对啊，就会跳出很多莫名其妙与现在无关的画面。不管是像王珞丹唱的《平凡之路》这样的歌，还是像说唱歌手，都是在表达内心。现在连讲话都要有说唱话。都是在表达内心。其实丹丹自己都在说，她说这首歌曲并不适合这样的竞技型的比赛。但是丹丹，你为什么永远都是剑走偏锋？我是觉得，因为喜欢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喜欢未必合适，但是你愿意去表达它，就是想唱，对不对？就不在意那个成果。但是我也好奇一件事，你的乐器呢？每一次来，对不对？从打鼓啊，我有带啊，但是我一不小心把娜姐给劈下去了，我根本就没有需要展示了呢。哎呦，也对啊，哎，有这个可能性的娜娜。真的，我刚才那是280几票，很难的。281，你得先把。他逃走，我才危险。我可能一不小心三个都下去了呢。邓伦也不希望别人把我 PK 下去，因为我 PK 下去，他也就下去了。碰，真是的。今天到底丹丹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，就要看我们现场会有多少人投票给丹丹。结果，有一拼。我们看看实时传送到我的 OPPO R11手机上的结果。这样，这一轮我们有请戴老师上台，为我们来公布丹丹的票数。你侄女找你了，真的吗？已经实时传送过来了，大一。大姨，你今天很花吗？来，戴老师来。王珞丹的票数是
263票，263票，目前暂列第三名。赢了，只比苗阜姐高了3票，苗阜姐就差3票，可以了。大姨，你现在可以牵着你们家外甥女儿一块下去坐了。咱们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那个刚才苗阜姐看着他们俩挽着手下去，心都碎了，扎心。你这更扎心啊，焦哥！你是把我的家当全拿上来了吗？是是，因为这个物归原主嘛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占了您的椅子了。不，是占了丹丹的椅子。对对。但这并不代表最后的结果，因为我们还会进入到今天第二轮。第二轮呢是给每位2分30秒的时间进行比拼。根据我们半决赛的规则，我们要综合两场第二环节选手们的成绩，排名前四位的将会能够晋级到我们的总决赛。如果那一轮表现好的话，依旧可以获得冲击总决赛的资格。所以您先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是有乐器啊，我们都一直在等着到底乐器是什么。出现了三角铁啊，难怪你穿了一个那么长的袖子呢，根本看不见你里面拿了一个乐器啊。全场的所有观众做好准备，请投票，一起来看结果。谢谢谢谢。同样的规则，票数会在最后公布。我们先请丹丹在侧台休息一下，谢谢谢谢。